可以去玩嘞。老师那手能叫人家滑糖果、哦。手发炎呢？被手机耶。你怎的才能记？被手机吃啊？被手机啊？被手机啊？旁边安迪。我看完你了。好嘞，你困了哇？妈发的，你给他。哪里呢？如果你没有满分，比如说有些人是99分，有扣一分，就是因为答案明明有
两个，天天只写一个。你要说另外一个答案不合理，你要讲清楚，因为你在解方程，全班就是有林玉琪，所以是完全正确的，100分。就是昨天叫你写那个半张的，你解出来的时候 ，x 平方落的元素 ，x 是等于正负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两个答案，这个是平方根的答案，平方根很特别，出来的答案是两个，刚好正负。然后，但是并不是每一次解方程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一个五一个负，不是这样，要看题目来决定。好，然后你算出来的明明是两个答案，你就一定要写两，除非你从一开始，你从一开始就这样子写。从头到尾，你都是在算它的正平方根，所以最后答案只有一个，没有错。但是这个可惜掉什么呢？这个可惜掉我教你的解方程的能力。这个算法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很可惜，是我在引导你的解方程，但是你却没有解方程的想法在。这个完全没有解方程的想法，就是你下次放的重点。要会解方程，这个可惜在这里，但是它没有什么对啊，它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你要小心，你要知道你在算什么。那大概是这样。然后你们昨天写的那半张写的还不错，但是有些人还没写出来。请你去，我什么时候发给你？就是请你去，还有机会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找其他同学对。然后对好之后再教一次，这两张半张都要教，我会再改一次，再看一次，再看你哪里不会，再做一次，对不对？请你利用下个时间，请你利用下个时间把你错的地方修正，用红笔修正，或者是用其他颜色笔先修正，我才会看，你这样会比较快啊，我会比较快看得出来你修正的地方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就不用在那边找一下。昨天你们已经写了比第一章好太多了，第一章大概只有俊龙比较有写出来。但是你昨天已经进步非常多了。那我会希望你们再加油，是我没有给你评分数的，就代表你的很多东西都还没写出来。那就是再加油，再去努力，比较困难。老实说，这一章非常难，这一章。非常难，所以你遇到很大的困难是正常的，遇到困难是正常的，是如果你能够克服那个困难就很不简单，因为它的运算需要分数，需要根号，然后有两种解法，就是面积解法，就是第四定理解法，两个解法你要写清楚。好，那其实我会比较期待你面积的解法不是直接背公式，因为背公式看不到面积，就可惜掉，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。底层高除以底层高除两个一起写，出来答案也是很快。但是我就看不到你的想法，我只看到公式。有两三个同学是用公式在写，我是想了一下，才知道哦，原来你说公式写，因为公式的东西没想法在里面，公式的东西没有想法，然后公式的东西你以后可能还会忘。好。接下来全部看面板，今天要讲很重要的主题。我们昨天透过一个，我们昨天透过一个叫做十二平方加 a 减三平方，十三平方，透过整理这个最后会变成。x 减三的平方等于25，还记得吗？不管你记不记得，反正我可以把它变成啊，推一呢，重申你的口袋低了，我看不到你，来哟，已经长得很高，你看起来会变得比我矮，虽然比我高，但是你看起来比我矮，因为你都是这样，那久了以后就是这样。
哦，你们都有看到有些人他是真的很明显，他就是真的很明显。这习惯久了之后，你会慢慢的身体就自己。所以我的身高虽然没有175，看起来就像不轻一样高，因为我的人是不足的姿势。好，明明没有我，没有我那么高，可是我就跟你说，你怎么那么高？为什么有那么足的姿势？好，你看这剪下的地方，每个都15，这个做整理之后变成这个，那整理的时间其实花不多啦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，这是你的轨迹，你就知道，从这里到这里是很快的。然后呢？我可以用这一个直接开平方根，直接剪一直出来。我也可以把它稍微做一下调整，变成 x 减3的平方减25的。那我调整成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再想办法把它变成这样，我就可以解出 x 两个答案了。这是我们昨天做的事情，就是。解方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法，就是下次方法不重要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法，一个就是平方根的方法，一个就是因式分解的方法。对，那我们着重的重点现在会在这里，也就是说第三次方法就是我已经教完了，那我现在要教你工具，就是因式分解，要想办法把类似这种东西要把它变成这样的东西，因为我们要学因式分解就是为了拿来解方程，就是为了拿来解答案，解出答案出来，我要得到最后我们知道的东西是什么，对，所以解方程只是一个工具，把那个因式分解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只是一个工具而已。我们手上有什么工具，你知道吗？我先稍微点复习一下，我们手上有什么工具？可以告诉我这个等于什么？昨天才刚复习过，这个等于什么？懂吗？注意看啊，全部开完，全部开完，都开完。第一，你没有看我，我会担心你没有听到。那我就要再重讲一次。好，所以 a 平方减 b 平方等于这个，对不对？看到。所以你如果看到 a 平方减 b 平方，你要能够想成这个，了解这个。比如说 x 平方减3平方，因式分解来，答案是什么？每一个人都想得到。x 平方减3平方，因式分解的答案是什么？括号乘以 x 3等于，有时候题目会稍微复杂一点，就是比如说，它会，这样，稍微复杂一点，跟刚刚有不一样的。让他一直跟他争执，没有就好，不用想就好。他现在一直跟你争执，不需要答案，不需要答案，你告诉我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？会是什么 ？x 加3，加4，然后呢 ？x 加3。不过这边要稍微算一下，变成 x 加7了。这边要稍微算一下，变什么？对，然后又写到这里7，这就叫做因式分解，对吗？懂吗？上次刚好就是教过了，对啊，教过了，所以我说我教过了。那你们平方上，你有些人写错哦，我有帮你修改了。有几个人哦，乱用的，用错了平方差哦。有几个人哦，我忘记是谁了。有、哦，
可能用错平方三角。好，再来，考考你。平方加 b 平方加二二一会等于什么？它有什么？它是由谁过来的？有些人知道，有些人想不到。a 平方加 b 平方加二二一是由谁乘出来的？是由谁乘出来的？是由 a 加 b 乘以什么 ？a 加 b。因为 a 加 b 的二次方会是 a 平方加 b 平方再加补充的 2ab，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种东西，你看到有 a 平方，你看到有 b 平方，你看到还看到一个 2ab， 就要想到这三个合并起来的结果就是这个。
OK 的话，先做个笔记，所以我可以把刚刚讲的三个东西。我有讲三个东西嘛？你要写在哪里呢？我想一下，来写在最后面，因为你们前面大概没位置了，写在第四页最下面，第四页的最下面。哎，不对，我没有笔记本。写笔记本，忘记我的笔记本，来写在笔记本上。就是请把三个的意思分解写一写。然后我还要再教你东西，预计这礼拜会帮你们把意思分解教，但是需要辛苦一点，写作业要算一下。私交什么功能很强大，我会让你看到它功能。刚刚我讲的这些，应该可以社交朋友。一般我应该改变自己，因为昨天利用这个时间已经把第二页读写了。这就是，这就是认真了，啊，这就是认真。刚刚我讲说，汪老师社交什么对，然后没关系，你就把我的名单发到群里，叫他们来找我。结果他都没有来找我。只是看了一眼，全部都是这样。小心找不着，现在挑战你的功力。你心里面，你心里面在做笔记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要想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上次段考考你的是 A 加 B 乘 A 减 B， 你要变 A 平方乘 B。我给你 A 减 B 的平方，你要能够变出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A 平方。这个段考的重点是反方向，是他把这个挡起来，把这个擦掉，他把这个擦掉。你要能够还原回去，把一堆在做加法减法的东西还原回去原来的情况。
21怎么拼？21x， 你要知道这个21是怎么来的，是这样子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听我讲，讲一次，听一次，其他全都是。再来换他，对不对？换他，接下来这个是多少？20x， 你要知道20x 是从哪里来的？有没有？从这里来，对不对？再来换一个。12x28，你要知道12x28事实上是由谁来的？这两个乘起来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我再把他们两个相加，对不对？按你看那个，相加会得到12x28，这个会变什么？41x，这个呢？12呢？这两个乘起来要12，这两个乘起来要12，12有很多。
可以一配，可以一配十二，可以二配六，还可以呢，三配四，四配三，等一下，你在这里，我先谈正数，先注意听我讲。通常我们会先把这边先锁定，然后再来思考这边。从倒过来这样。这边，假设我先放三跟四，注意看，注意看。我这边先放三跟四。我如果决定好，你这边要放三跟四的时候，我这一边就会有这么多种方法，对不对？那你注意看哦。我放五七跟放七五一样是不一样，所谓的不一样是影响哪里，影响中间的结果，对不对？影响什么呢？你交叉相乘的结果，对不对？这个已经影响不到了，因为这个就是它，这个也影响不到，因为这个就是它，绝对不会改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若五七跟七五为什么会不一样，因为你如果是这一组乘起来的答案是，这个是二十零十，这个是二十一，这个加起来是四十一。可是如果你放的是七五，如果是这样放，那你算出来的答案就会变十五 x， 然后这个是二十八 x， 就加起来是多少？十三，跟它一样。所以如果你放七五的话，你会算出错误答案。所以你就是要调整回来变成七。还有一个很不巧，我讲的就是这个。好，接下来注意，还有一个东西，负号由谁来控制？我的答案，如果你去看，不要改太多。这边我要做。我来，你们养成习惯，不要由这里来控制什么，由哪里来控制呢？由这里，了解吗？好，只要我这边改变符号，我乘起来的答案就是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要怎么办？负五跟负七乘以它。负七乘以它就负二十一，对不对？四乘以负五就负二十，加起来就四十。负号由后面控制，前面尽量让它保持正数，这样你才比较不会乱。反正如果你想要负的，我由后面来处理就好。你不要这边正负，这边也正负，你会花了很多时间来找不到它。了解了解。再来，我要考你东西。目前我刚刚讲的都是这种，再来哦。如果我的题目，不一样。
会影响吗？不一样啊，你太奇怪了。没有关系，我就是故意要挑战你，有时候你会不知道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前面这两个是相同的东西，后面这里对调，影响不了下面的。因为你这样子乘，你是四三十二，这样子乘是三一等四，不三一等三，三一等四。你把它倒过来，你把它倒过来，四一还是四三十二，一三等三，了解吗？我是要跟你们提醒一个东西，免得你们花了很多时间结果来找不到东西。就是当这两个一样的时候，你这个就不用调来调去，影响不了最后中间。可是如果这两个不一样，这里调过来就不一样。了解我在讲什么？可以吗？那我考考你，这里我要放37。那现在动脑筋想就好，你上面要白纸，想到了先不要讲，先让同学有分钟。我要出题嘛，你同意了？随便我出。上面要来什么？先稍微想一下，算一下，不要讲答案，因为要让别人有机会去找答案。这个就叫做十字交叉嘛。已经算出来了。因为另外那页我这边已经有写了，所以没办法给你，我要等一下再给你。
记得找很难过。因为我以为他是我，我突然看一下，哎，他很不熟悉。好，我可以公布答案吗？这样以后可以有机会再啊。自己做重点整理，我刚刚教了实际教程法，到底在教什么？自己会写吗？啊？我可以啦。哦，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子要求女性？会希望更精确一点再讲。当然，并不是说前面不能是负的面子的意思，但是负号由后面控制，你养成这个习惯，对你会有很多好处，会很多好处。已经完整了，自己做笔记哦。不是我刚刚教什么？刚刚教了什么？教了两个很重要的主题。第一个是乘法公式的立面算，就是一次分解。第二个是十字交乘法，十字交乘法事实上就是分配率的立面算，那个不要理了，先不管了，没关系，写了就写了，无所谓。这个我是要谈配方法，我有时间我会跳回来跟你们讲，配方法是一个很容易就学会的方法，但是我现在不敢讲，因为我怕你们乱掉。没关系，我会叫你先把找出来，先找出来，这样没有把答案写了，我没有教你，这样怪我。来，同学，三的开始，来，同学先听听看这边，这个很重要，来，看黑板，眼睛看这里。三 a 开始加五乘以四 a 开始加七，最后的答案就叫做十二 x 十二次方加四十一 x 加三十五，对不对？你最后要把答案写出来，你最后要把答案写出来。
下面都有给你。这一行一定要写，一定要写，这一行不写不行，没有写就代表你没有把答案写出来。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。我下面都有留空的，就是第二页那边，第二页那边都有空白。今天的任务，这个学习单，请你们带回去写，第二页把它写完。如果可以今天写完，今天。收来给我是最好的，我家就没有作业了。但是应该三批过。小本的这一本今天收给我，小张的今天交。好，那两张小张的，好，明天交。好，学习单今天有办法给我吗？你不能回答。不能。来，学习单跟那两张半张的明天交 ，OK 吗 ？OK。笔记本今天交给我可以吧？可以，那我看一下你到底做了什么记录，可以吗？好，认真的写记录可以吗？我今天教的东西好好的学，什么都可以。爸爸，八年三班林玉成，请到中堂。八年三班林玉成，现在到中堂。七年三班毛慧君，现在到学务处。尽量写，努力写，看得见。七三毛慧君，现在到学务处。你的荧幕啊，你的荧幕啊，哎，蛋白啊，第二页呢？你的视力，我是光谱的。